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心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居都解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以他其名曰尊者交尊者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叶尊者阿难等合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待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普等十六正是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财菩萨、观无住菩萨、神通花菩萨、光明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智菩萨、自行菩萨、解脱菩萨。何为上首？行供真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心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由不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离无量世界成长正觉。舍多帅将王公继位出家，苦行学道做师，是现甚师见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愿得微妙法成罪正觉。天人归养行转法轮，常以法恩结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欲欠喜着过污，显明清白调众生仙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生灌顶，接受菩提即位教菩萨作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上幻虚现中，一相一理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前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烈魔尽往，远超声闻地之佛地，入空无相无厌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显昧度的无生无昧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诸身禅定虚度无量诸佛，以一念请遍了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助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之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起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悯有情眼，十遍受花引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是若自己整齐护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是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犯众悉共大会，大教员起聚山，尔时世尊微光鹤翼如龙金具，又如明镜隐藏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出根叶，日清净光眼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边感有仙长贵和长和白佛脸，世尊今日入大机定，助其特法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大气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请妙光瑞殊妙来，而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善哉善哉。
妙之意，如今师问圣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之佛，故师累劫诸天人民愿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来三界，所以出行于世光展道教，欲整群盟会以真实之力，无忧昙花稀有出现，汝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之事难了，无有障碍能于念请助，无量义劫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而如来定会救障无极，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谛谛是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乃是真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是真在世教授四十二解释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是牢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发无上身正道义，济国捐王寻受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与世超异，信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修行精进无能于者，往诣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及以皆脱障，佛发广大愿颂曰，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绎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五根二趣门，树道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道，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痛苦恼，常见布施及戒律，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使成果，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先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我圣智能正知，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法上比丘说此记已，而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度，教授名字皆为十方诸天人民及冤卵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彼，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各国何愿不得，如是是为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上白言，施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己高明，自愿深广即位，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主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清切逆去，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主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度殊妙思维就近，便依其心选择所依，皆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以彼二十一句之佛主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果，超过已既设受以复意是自在王如来所及所礼足，绕佛三招合掌而入白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主清净之行，佛言善哉，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设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中。
正白言，唯愿是真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边杯软洞之内，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华，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六尘我刹，追地紫麻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净觉，悉同一类若行那他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之十方俱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悉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离。一念仅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群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此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赞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自信心要所有善根心心为相，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止，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誓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伤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负你。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性，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得我刹，普十方世界诸众生内生我国者，皆于七宝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自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生生归诸根无缺常修殊胜翻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中无不善念，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聚，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若信比丘。若其想念贪计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秘要，说经行道，已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自利，一生普处足及本愿，为众生故，逼弘誓凯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主，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中浪如人尽光明，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巡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果庄严，悉于宝树先见，犹如明镜古之面上。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需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心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
自虚空，宫殿罗冠石榴花树佛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吉祥普心十方世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观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苦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自以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因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成。不对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上比丘说：死愿以以偈颂曰：我见超世事，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是不常感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诸生众相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离一生正念敬畏修梵恨，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过明明济众厄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事，所行持米行常坐，天人师德为三界所受。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克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立正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说明，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上及上。是啊，念念空中刹那，决定必成无上圣觉，积功也得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一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化四弘誓愿以助真实位，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圣土庙，建立长远无衰无变以无量显机智德性菩提，贪嗔痴意之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其进行，远离希望，依真谛门，直众得本，不计众苦，少一知足，三九百宝会力群生，自愿无见能力成就。何言那语劝欲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惨居之心，庄严重行诡谤气足，观法如法三昧常起，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心内不失利益，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眷属身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正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化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佛王才能胜利，或为六义天主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住无量妙香，犹如旃檀香波罗花，吉祥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住色相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所中常住无尽之宝庄严之具，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离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百世真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真告人，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会过现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之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语，却说一念精进，心中愿远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是知道诸比丘是王子等，或当作佛比以前是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日佛，迦摄佛时，必敢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指引，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之欢喜，佛谢言尽，第十一，佛以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魔恼之名亦如四时寒暑，以名之亦复如大小江海，修灵根感坚持沙砾，铁为虚名土石等三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管名正不可胜其为
妙极力精进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文以白世尊言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即是天王天极高丽天一合而住佛告阿难夜魔多萨来自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合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以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果众生功德胜利诸行业地及佛胜利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师无所获当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护法之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地利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火沙南西彼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里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临近本集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是作佛时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上马上明日月之明千里万倍宫中及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阿难光他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是光者过灭善生生亦柔软若在山土及土处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真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回亦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自动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随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成功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知寿命皆及之理一共非上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中以一毛成山海一滴子毛成水滴百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成水稠为之载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犍连受量亦为非以上计譬喻之所能知法数遍国第十者比如来国多诸宝树或成金树成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根茎枝干枝宝所成花叶果实招宝或硕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烧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七银枝树互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色金光十八柱五阴身为妙公上自然相二四珠宝树桌面其果菩提道场第十五若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流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珠摩尼宝众宝珠王以为阴罗云髻宝所四珠宝柱金珠林朵做造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明照耀无极一切庄严水因而现微风徐动虽出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提升有不变出佛果心藏爱量为妙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故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及光影内住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自不退转自成佛道不由见彼树故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罗圣忍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使使皆无量寿我未成立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色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然此力皆其宝自然化成故有白之摩尼以为娇肉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积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经者经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虚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含未得阿惟业智者皆得阿惟业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宣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群子交流众款申请皆可以感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赞扬相前俱发功德安遍无数赞叹香树吉祥果树花果红方光明照耀修条密
善护盐水流昏若护十四七法地不净沙若波罗花波檀摩花鸡毛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芒意志主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获益观身，获益能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积水溢溢水，众生意开神月底静若无形法三蕴彻，无生不造。为难虚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自取其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色无耳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处分别正实。即愿闻者，则独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法生者，尽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悉作心虚之身，无喜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十菩萨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所不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几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名可类无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几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地于彼之道立天王又护所类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庄严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在所属宫殿亦无与谁有如他万自在天王自以未来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因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作用具足第十九复是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隐身或现身或当生皆来如是之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无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若一时时机宝波系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时无失者但见色闻香以意味识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则是以化去时日复现故有众宝妙衣冠在璎珞无量光明改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积色财盛其行色宝碗迷雾悬珠榜以奇妙真意多变将士光色榜亚千奇眼力柔幻南神堂以方格广狭荒原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因念现前无不具足德翁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度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柔碗集中宝石诸微妙因念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犹不万种温雅得香习若闻者尘劳过去自然不起风助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昧净定护虽七宝灵树飘花成具种种色光明随色是地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足理及善莫生是子随足取语环护如初过时时候其花自末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如意如是六法宝莲佛光第二十一若众宝莲花座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黄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运势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正及我第二十二复是阿难比佛国度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于一切住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伤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之见亦彼因故十方魔战第二十三故知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意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一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自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倍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诸
天人民其有自心，愿生彼国，凡有三倍，其三倍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一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遍离七宝，化从自然化成智慧有脑，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定时回向。由此见我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香，换持沙门，虔诚燃灯上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以知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间色受导引，其水化我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自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心念不生疑惑，以自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自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声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信心，花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净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不知阿难多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作业相续，求生彼佛，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然后亦有情所作善根，悉是以知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度世人命中如何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世德温满永不退转。不知阿难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进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思。如是诸业是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自心归于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决意，须有此心清净，不贪嗔怒嫉妒，不得贪戒嗔喜，不得中美，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前与身，当信作善得无后，奉持如是等宝，不得亏失，是为足迹，亦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假说中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招闻。求道不修慧，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意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生在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功定满。第二十六，不知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为一将以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方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文，全国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四，真其说众曰：东方诸佛刹是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王也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南神女尊重信奉诸真妙供。长麻后雅音格兰最深真。旧朝神通为犹如生宝，名闻罗圣德名阿伦德大力，种种供养众星修无邪见，观彼殊胜者为妙兰师。功德普庄严诸佛国，南彼因发无上心念，速成菩提，令时无量尊为下现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返照我三叉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礼断雷震八恩忏妙生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其当作我解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每则之妙念，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红花红色心就心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其当作我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三求信佛土必成如是刹红宝，要受行得入清净处，必于无量身受其当。文明欲往生世世不退转，菩萨行持愿任其波，无以不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去令根彼岸，奉持万亿佛挥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以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于一时请护法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化香转幡供养诸体，应念即至皆现所中真妙殊特辉，是所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善化起于空中。花皆向下庄严坐扎，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盖，自笑者满，时有闲时事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
随其前后以示化末若不更以心花从上前所散花中不复落于虚空中共作天乐以为妙音歌大佛等心虚于前化且本国等多悉其会悉法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到及时相逢随其法处处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共妙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七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皆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紧不善修行不善摄取不善成就故大智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同时摄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是此诸天人民以其天悲软动之类心力善恶口所欲言而十度多得道往生之意之之又彼佛萨诸声闻众声观音行菩萨光明照百忧行而菩萨最真谛于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即要迎合佛人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尽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一日十方无量佛所随心者道现今此界作大利亚世间善男子善女人各有其难恐怖但此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弘生第二十九护持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普处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诸子好换大假受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五浊二世视线从彼直至成佛不受二俱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之众生也做菩萨者令悉做佛即做佛以转相教授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出众生业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生死彼佛国中常如意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二又入大海为水中王之水流行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因为增减八万上下我国无数阿弥陀佛成就广大名号归乐最为独特本即为菩萨所求道所愿也得所知无量寿佛恩德不思八万上下无穷无极深奥无量不可生言菩萨修持第三次护持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位无不离心依佛所行七劫顺道修行无眼照真达足肉眼简则天眼通达华眼清净慧眼见证佛眼具足皆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福无脱无数分别远离颠倒离所受用皆无摄取念了佛刹无碍无碍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外慧解法如如善知其内因生方便不信是以要在正认知一切法悉皆空皆生生烦恼恶于俱尽于三界中平等行修究竟于正智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了知从本以法安自从当得一圣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日即至红生譬如去海佛以告往一若虚名自称为广超一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喜诸成佛四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光无诸障碍华音别正觉未觉故亦甘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师等故如镜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处复印大故如金刚杵破解除物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绝境论法无厌求法不厌戒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令众业无其法古现法常要为日破之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自在引导群生舍出爱愁永离相过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虽无一切魔经尊重奉事诸我为顺名单最胜无人殊胜吉祥看受供养恶意欢喜凶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理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远二生心阿难我心内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出真言讲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是为不可生说若其国度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之自然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求其参谋之位心不松为欲如现实外若十方内土属其中中虚空是的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人讲真正观止身心洁净无有爱贪痴恋安定无等缺陷求道而正不悟心解随经约定不敢说对若以什么身为道目况无他能无有忧思自然无为
得善愿，尽心求所，恩爱慈悯礼义多和，包罗表里或度谢多，自然保守真正解脱，自愿无上净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转变最深，能染成万物光明，明具诸善好处，于彼处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行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能解一五趣二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极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先至若西通行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极。何谓浊世事，恼恼又无常，见地色尽地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趣二极古之中行成云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连练积虑为心浊世，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又有一小一疏一直是小气有悠悠，非常随火盗贼，冤家在此目标见到方向，我们心全力不无人众生命中去缘莫全世界，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生及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河莫相为利，或使心生有所贿赂，世间之事更相欢态，虽故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暗惨受一教，真好相信无常根本，文明体徒不信君法，心无眼力各欲快欲迷，以称为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一者是无怪也，都不知性为无有事，共相看世解世见之祸物，不死或死夫妇兄弟夫妇共相哭泣，一死一生结相顾念，又爱结福无有解释，是想恩老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计，专心行道年寿前进无可奈何，或道者重物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弥漫，未忘心事为离天地，自意在己正头习作，下入恶道无有出息，若少当属失计，远离众恶则其善者行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行精进，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八年我已教至圣身圣善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色照通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慈佛护闻无量寿生彼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礼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无余，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为度者，若少当时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病其苦痛，死其苦痛，恶受不幸无可乐者，一字决断喜除心垢，言行中性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统计，自心求愿积累善本，岁一岁精进勤苦，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物苦恼之患，受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就生彼天地，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三清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浊世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来，专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持五恶世间罪为具苦，我心里所受我消化群生，令舍五恶具五痛，离五烧强化其意，令持五善过其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是人诸众生内力为众恶，强者夫肉转相克劫，残害杀伤劫相吞，但不思为善，或受殃寡，故有穷举孤独龙马阴雅之恶，汪广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最有世事实效，修善积德所至，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生感行地道，故有泥泥禽兽烟杯软动之处，既苦即行浑神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也劫难除，难得水脱洞不可言，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忠爱肯相欺管，身会于痴欲之后起，欲贪都有利害，胜负结棍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故有先急不肯施，以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世间无一罪者，善恶祸福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身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物体，神明各自中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千万诸痛苦，可怜其三者世间人民，身因自身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意，反满胸中携带外力，会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
劫，忌讳心兵相发攻邪，杀戮强者破邪会举妻子，牺牲作乐众共生厌，患了苦事徒是之恶，处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每劫难出洞，不可言其事者是天人灭，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给予征集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从此珍贵之道会其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一人未尽不是残躯，难可降化常怀骄慢，爱及前世福德盈富，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中尽诸恶道归，又请免其记在身边，将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身轻摧碎神情骨疾，当世之时悔悟何其急，无舍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敢做善事身修业，不教为无义，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沾酒四美，鲁布抵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亲见属之用有无，不能优劣，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生人堕乱身众，愚痴蒙昧，自为自慧，自知生口从来失所去向，不然不顺，希望产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大命将终毁，聚焦是不欲修善，临时难毁，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成，生至当时无谁在此，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续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生，若能自疑其中，一心自意端身正念，言行相互所作自成，不为众恶生独度脱，或其福德可得长寿，泥凡之道是为五大善也，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敢有患子当立恶趣，或其心事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后，一受中入三恶道，着痛不独自将消然共及愿将，从小为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故虚实失意所迫，或己生利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威势无体随以磨灭，天道失章自然究举，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灾可伤，如等得我心以熟思为之，各自专守终身不断，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朝受善迎合第一，当自专心当自专身，耳目口鼻皆当自专身，心境皆与善相应，颜色当和身情当专，动作三世安静，其为做事仓促败毁，善后为师不利，王其功夫如平德法第三十七，忍入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度，皆积德众善无好寡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因苦十途未尝临行，若以心法悉持之，知悉奉行之，尊卑然礼眷属朋友，转相教理，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直笑所作如幻，朝闻细改奉持精戒，如平德宝开往修来，喜心一行自然感降，所愿则得佛所行处，佛意修具彼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生民，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人勿修理，让国无盗贼无有怨，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胜于父母念子，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我五德生无为之安，人民常为父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汝等转相教戒，如佛经法无德幻也，弥勒菩萨何长白眼，佛皆慈哀悉度脱失，受佛从诽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精进平等学，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度，恭敬顶礼正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积合掌顶礼白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诸善根，容颜广大色相庄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障，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即以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数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及清净故，以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卫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千年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其
中万物沉默不见黄药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要请喝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色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树林海面如有杂秽及异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种皆大欢喜以陀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至烟飞软动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悉皆实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业气不苦自然皆作五蕴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一寻地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彼诸众围绕说法十四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全此林氏具足为妙清净庄严佛上次色就今天一出香花变佛萨火阿难对耶为难以现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火阿难对耶为难以闻佛言汝见彼国进行之众由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便是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不惹众鸟出虚空殿汝悉见佛出自白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主结交互作自然化身和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天地已成第四十佛告十四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出功德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生智大圣广智无等无人最上圣智以此出自疑惑不信由信罪不修习善本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意志一致善根不能生信意志由意无所专据难由续念不绝结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世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际法尊重心智续相亦有宝石莲花自然寿身饮食快乐如道逆天离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色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见菩萨声闻慎重其人智慧不明知心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位之胎生乃是圣智断除疑惑信己善根作诸功德自心为相皆于积宝化中自然化身交互合作须臾之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至或尽见佛第四十一王子得罪禁闭集中神罗起见宝藏经转南窗踏坐妙事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手系其两足出小王子十四白猿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见成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亦复如是若有斗疑以毁需求佛事至广大事一致善根不能生信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土花开犹如圆愿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中心性无诸慧恶难离五百岁中不见三宝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骨不生心药若使众生自己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亦无量寿者亦得并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是大力士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直视只等众生智慧为显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慧乐不求生彼直视白言只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佛言彼等所众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是热人间福报虽不求苦求人天果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异乡各免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离痴之人不重善根云何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大无田体相分别停止身重求出轮回中不能得执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菩萨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其诸菩萨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悉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当往生者不可生气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主亦复如是
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僧比国土东北方宝藏摩萨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利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手菩萨龙王菩萨化藏菩萨菩提菩萨当往生者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成供养无量诸佛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皆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不可生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穷劫不尽非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刹十四鲁班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诺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成上以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息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其安住得不退转这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常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以毁而已不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为妙法门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成供养无量诸佛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自治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等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此无一次不入一切种类增法成就劳力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经闻故有一亿菩萨对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以请为他演说见应听闻不生忧恼乃至受业思维比刹及佛功德于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道世人已成持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心造念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子数百岁即有众生持之经者如来心事难执难见诸佛心道难得难闻欲善之事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思清信要受持难终之难无过此难慈心精进永业欢喜一毛为己或类诸者皆由前世成就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树央未尽未当度脱故心无疑不信向耳行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所甚深之法非亦可欲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时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为妙法门一切诸佛不属如等做大守护未出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轮斗武去备受为苦殷勤修行虽顺我教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之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解佛法如是做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净道尔时世尊而说众曰若不往即修不畏以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得能欢喜信此事二消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不能开导于他入为成于佛持众善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以受持及书解读众善演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成佛威神如来生广智慧海为佛以佛乃能舍生闻一切是佛事尽其神力莫能摄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是真能开示尽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心超普贤登彼岸是故佛闻诸事是因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性天闻因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德佛说此人真善有闻经获益第四十八而十四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那由他益众生远离成过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转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成发意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主各一亿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菩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具
支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处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灵犀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生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醒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定止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